汉武帝刘彻的母亲王志最早只是一名农妇，还二婚跟生了孩子。母亲听了大师的话，就让王志抛夫弃女，跟妹妹一起入宫伺候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。结果王志生下了三女一男，唯一的儿子就是刘彻。王志呢也从宫女扶摇直上，后来刘启继位被封为美人儿。接着又发生了两件事，让这位王美人一下子抓住了机会，彻底上位。 这是两件什么事儿呢？第一件事儿呢，就是汉景帝刘启废后啊。当初啊，薄太后出于提拔娘家人的想法，让自己的侄孙女儿嫁给了自己的孙子。但刘启呢，一直不喜欢奶奶薄太后给他安排的那个薄皇后，两人婚后很少互动，薄皇后呢，也就一直没机会怀孕。等到薄太后一过世，靠山没了，刘启便迫不及待地废掉了这个薄皇后，薄皇后。 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废掉的皇后，后位突然空了出来。本来炙手可热的汉景帝宠妃，也是太子刘荣的生母栗姬最有机会。而王志虽然母以子贵，从宫女一步步爬到了美人这个位置，但跟栗姬相比，无论是地位、影响力，还是在皇上身边的受宠程度，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。所以你看，连皇宫里都内卷啊。但接下来。 胜券在握的骊姬却出了一计的昏招，不仅没把握住机会，反倒让儿子丢了太子之位。这就是第二件事，和公主结成政治联盟。当时啊，刘启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刘飘想把女儿陈阿娇作为一笔政治投资，让她嫁给太子刘荣。但是刘荣的母亲骊姬却一口回绝了。为什么？原来这个骊姬是个有名的醋坛子啊。 特别讨厌长公主，经常到全国各地搞选美，然后把她们带入宫中献给刘启。所以说，丽姬这个女人实在是傻，她完全看不出这个皇上的亲姐姐究竟能量有多大。这下可好，拒绝了人家，也等于把人家给彻底得罪了。所以，女人在后宫生存，一定得多长几双眼睛，否则你都不知道何时就被人踩到脚底下了。本来丽姬拒绝长公主。 跟王治没半毛钱的关系，但王治就比立即会来事儿啊！看到这是个机会，便主动跑来找长公主，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刘彻娶阿娇为妻。这长公主啊，跟王治的母亲张儿一样，都想靠着女儿走捷径，结果俩人是一拍即合。这桩政治联姻将王治与长公主紧,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，俩人为了共同的目标。 长公主要女儿成为皇后，王志要儿子成为太子，结为了坚固的政治联盟，共同对付栗姬母子。长公主呢，就利用给汉景帝选美的机会，跟弟弟讲，栗姬呢经常暗地里诅咒其他妃嫔生的儿子，妄图残害皇室血脉。一来二去，汉景帝信以为真，开始对栗姬有了戒心。后来汉景帝生了一场大病，他以为自己快不行了，便把栗姬找来。 想把已经封王的十几个儿子都托付给他，谁曾想这个利姬真是脑子进地沟油了，不仅不答应，还出言不逊，甚至背地里骂皇帝是老狗，真是不作不死啊！这下让汉景帝对他是十分的失望。后来汉景帝病好了，就开始疏远利姬了。这个时候，王志又趁机火上浇油，给了利姬。 更为致命的一击，啊！博皇后被废以后，究竟让后宫哪个女子接班？汉景帝刘启一直是犹豫不决啊。王志就私下买通了一个官员，让他给汉景帝上奏，令立姬为皇后。请注意，是要求立立姬为皇后，而不是立王美人。汉景帝在他亲姐姐的挑唆下，已经对栗姬心存芥蒂了。看到这道奏章，他就怀疑是栗姬暗中指使。 好家伙，你个立姬，不仅诅咒朕的其他儿子，还想谋夺皇后之位，简直贪得无厌啊！汉景帝越想越气，一怒之下便将立姬打入冷宫，不久还废掉了刘荣的太子之位。无辜的太子就这样被愚蠢的母亲给坑苦了。所以说，母亲的格局决定孩子的高度。对于一直静待时机的王志来讲，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！ 接下来，在长公主的极力推荐下，刘彻顺理成章地入主东宫。昔日离婚改嫁、抛夫弃女的王志则摇身一变成为了汉景帝的皇后。王志唯一生的那个儿子刘彻，也就是臧儿的外孙，更是在汉景帝百年之后顺利地继承皇位，那就是名垂青史的汉武帝。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，正是这位汉武帝，把大汉王朝带入了四海美名扬的鼎盛时期。 王志的母亲张儿，这位影响他一生抉择的女人，也被封为平原君。刘彻听说啊，自己在民间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，便亲自去迎接，将金俗带回宫中拜见母亲，还赏赐了豪宅和珠宝。王志深感欣慰，虽然当初呢被迫放弃了很多东西，但好在对这个女儿还有弥补的机会。王氏一门外戚，从此也得道升天，位极人臣。 啊，回看张二和王志这对母女，本来起点很差，家道中落，又沦为农妇。但从算命到改嫁，再到入宫生子，再到成功上位，最后女儿逆袭为后，外孙继承大统，彻底实现了张氏一族的伟大复兴。可以说，步步惊心，也同样充满智慧和谋略。因此。 女儿和外孙的成功逆袭啊，真正印证了我曾经写过的那本畅销书的名字，那就是《女人不狠，地位不稳、啊》呐。